Hello，大家好，直播，大家好，帮我看一下这个，大家好，我是蓝教头，哦，是这样子，长得是亮亮的，像个蓝教一样，哦，蓝教头，今天要讲的是，戴好这个的盒子给我一下，这个全新的盒子。设计背书，可是还是有人看到的，你这个状况应该是无害吧？无所以害，没差。他是告诉你，现在的本身你的 APP 的账号是完全现在不能做任何直播，对你个人不行，是我个人不行，对你个人不行。所以如果个人以下的粉丝专页要透过你个人推播都不行。林老师，我现在又出状况了啊、哦！蓝教头的脸书被那个被禁足了。又国家机器把你给介入，害我现在没有办法那个正常的使用我的那个个人的粉丝专业，啊，我已经不涉足那种543的这种言论了哈，但现在你不去找人，人家不放过你啊，所以现在就卡在这边，我现在又出了点状况，我个人脸书被锁，今天被锁了2次，实在是很头疼。好，这个可以轻轻松松的变成悬臂支架，变成什么悬臂支架呢？变成由上往下拍的支架。由上往下拍的支架呢，你就会变得很方便。啊、哦，它不单单它只是个麦克风的形态应用，各位都错误了。首先第一个悬臂呢，它是利用了一个这个麦克风臂。哦，然后呢，再配合一个 D 字形的臂，哦，然后完成整个做动，画幅非常的大，大的不要不要的，简直是夸张了啦，简直是夸张了，多夸张我告诉你啊，可能可以直接横跨那个海峡两岸了。应该可以转的、啊，啊，可以的，只是他的做法是，我看是夸张到，看到，看到还在跨，妈的根本就跨海大桥了，这最少150公分跨距到150公分。画的不要不要的，你看，这厉害，这个很可以。那这个新上市的这个产品呢，售价呢不贵啊、哦，非常的公道合理。那这一段是 option 的，这一段是另外购买的，对对，这一节是另外购买的哈、哦。那因为买过手机架很多，你可以手机架直接就套上去用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这样就可以做所谓的一个机位。这里呢，两个机位，那这个机位我们就让它退下去。这个是麦克风 OK 的，这个是麦克风，它本身配了这个给你，这个麦克风架给你，然后锁上去。那我个人。因为麦克风我是走无线的，所以我不打算这样子用，好不好？啊，那高呢？哇，可以很高哎。那这样的用法，各位看一下。这样的用法呢，譬如说我炒菜，我一个机位是从那边拍过来，对不对？他拍我。那这个机位呢？上面在一个机位，你可以用任何的状态使用下哈，比如说 GoPro，哦，从上面这个机位往下拍，我这边炒菜，
那个机位主持人拍摄，哦，都非常的游刃有余。那光线的部分，这个打法也刚刚好位置，哦，所以收音，这边收音，补光，直播截取盒，接上手机就过了。然后呢，另外一机这个机器我会把它选择拿来做二号机。那有了二号机之后呢，我们就很容易的，就是可以把镜位做得比较完整，就是有人也有炒菜的画面。那想要看的稍微棒，我把这边打出去。如果没人们想看的话呢，就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悬臂支架的一个精工绝妙之处啊，非常的合理啊，够合理，而且还蛮窄的，蛮稳的。不多见的好东西，只是有点杂乱啊，这都怪我，怪我，运气都怪我。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像大上就让你们看出个端倪啊，啊，灯的轴臂，摄影机，我们现在卖的世界无敌好的，没有对手，没有朋友的 FD1000 Mark II， 在一个星期断货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跟你夸张，李月娘，李玉富，不跟你夸张的，一个礼拜一定断货。因为找不到，你直播不可能去拿 S 牌的嘛，你不可能直播你去推荐 S 牌的啊，不可能啊。但是直播为什么能推荐呢？它不会热档啊，而且它的皮肤比较漂亮，比 Sony 漂亮非常多，漂亮100倍。它的皮肤亮白粉，不会暗沉，可以便宜年轻3岁。可是我们就不能在直播的时候推，我们不能直播的机器选用 Sony 的给客人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哈，这你要注意。你直播你选 Sony 的给客人，客人会当掉，再来皮肤暗沉的，小姐会不高兴。那录影的部分 ，Sony 的对焦表现相当不错。如果是吃对焦吃很重的人呢，选 Sony 的绝对不会错哈。但是事实上，那一类的对焦，事实上就是说，往往只是整个拍摄工作当中的一个小环节，对焦只是个小环节，整个大环节就是亮彩皮肤，还有就是高度的那种所谓的打光感，还有稳定不热档的 Lumix 啊，这个就是直播上要的原则啊。好，那带大家看一下灯哈，这个灯19万。这个是 Super Orient 575，这个灯要19万，来自于美国制造 ，Made in US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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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SA 就是比较贵，哈、啊、，USA 就是贵就贵就贵，运动是贵哈，就贵的哈，哦，那它这个是一个550瓦的一个强光炮。你基本上眼睛给他看，看个大概我估计哈、哦，好，来我们定位，好，找好定位之后，挥个手定位，他就不跟了。好，那我再定位一次哈，因为我重复定位2次，他就会错误。好，定位完成，他不跟了之后呢，您拿个后嘞，好来定位，好，应该是定位完成了。好，定位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教学。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的构图。记得使用 OBS Tiny 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它会跑来跑去，这是事实，因为它认为你要做事。好，那我把它移过来。他的脸，我觉得是我这个帽子的问题，蓝教头这个问题很大。我觉得是那帽子会让他误判很严重。好，各位。整个东西悬臂在这边，哦，悬臂的装备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很悬啊，啊、哦，可以说是悬之又悬哈、哦。那这么悬的悬臂呢？不夸张的讲，
好便宜，这么多的金属件居然只卖那么一点点的费用，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划算的产品，整套的哦。然后金属的材料跟 CNC 加工的部分呢，优兰子公司可以说是匠心独具，做得很用心哦，绝对不像是那个2000多块的便宜的东西，绝对不像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他的东西我们在销售上来讲，一直以来都是好卖好口碑哦，就是客人都回购的那种机会非常的大，所以好的东西呢真的是要认真推啦，才不枉人家对开发的这么好，对我们的支持啊。 AI 人工机器人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卖翻了 ，AI 人工机器人卖翻了。叶昌林，这个是悬臂支架，来看这边，叶工你看一下。这段疫情期间，我们这个行业折损了2员大将，那愿他们一路好走。好，现在在讲这个悬臂。这个悬臂呢，有三个结构，一个悬臂三轴的，第二个悬臂两轴的，然后回把泥鸟删掉一些掉。有点回把泥鸟哈，一个悬臂三节的，第二个悬臂两节的，再加上它有一个这个云台，可以做俯拍或者是主持人拍。现在我采行的是主持人拍，好，主持人拍。第三个悬臂，我们给它做成俯拍支架，它可以俯拍。由上往下俯拍，那也可以正拍、自拍，或者拿来监看。第三个悬臂，一二三四五个轴，五个轴自由切换，也算是很猛了。结果没想到这整套装备，那个钱花的让你会觉得哇，怎么这么便宜？便宜的没有人性啊、哦！好便宜啊，才2000多块钱，做出这么样惨绝人寰哈、哦，惊天动地的架构。那再来就是它中间有一根棒棒，这根棒棒呢是25mm 的，2.5公分。那这上面这根棒棒是电力系统，是供给我们的直播相机灯光。的棒棒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电力系统，啊、哦，那你如果说觉得三支悬臂你觉得不够悬，那我跟你讲啊，你买两套，它可以放 N 支悬臂，让你悬之又悬啊、哦，让你比那个悬疑惊叹小说还悬，啊、哦，它可以很悬的。戴老这个灯帮我直接敲打在这上面。那只红灯直接杠在那上面。好的，那这么悬的呢，2000多块钱的悬臂支架，2350还提供刷卡，你还可以刷，好不好？还可以刷。那露密斯相机呢，这一次出了一些问题哈、哦，什么问题呢？各位，我跟你报告一下哈、哦。出了个大问题，晶片短工，开始缺货，其中 S5 kit 完售，那么 S1H 呢？我最近跟同业调到了一台 S1R， 跟同业调了一台 S5 的 body 调到一台 S1 kit 调到一台，接下来全部都不够，所幸呢，还留有一些我们的
储备兵。我们的储备兵呢，在这里，剩下最后九排。说是无心插柳柳成枝吗？其实是，其实不能这样解释。这支当初是一个属于很尴尬的机型。当初这个机型尴尬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的一台相机呢，卖的价格不上不下的。天龙国呢，要买都是买全幅，买好的，买直接就是一步功底，一步到位，没有在那边买那种不上不下的。后来这个相机呢，最后代理商就直接找上我们了，最后一批货他们也没有办法卖得很好，那就由我 boss 呢负责了这个产品 FD1000 Mark II 的故事发想。我将这台相机故事的发想发想到记者用、专题节目用、EFP 用、直播用，到最后发想成功，一路披荆斩棘，筚路蓝缕，终于过五关斩六将，他打败了大量的对手，大量的品牌，变成是当下当今20000块极具相机当中的 number one， 没有对手可以跟他 PK。而后我又发现了这台相机 FD1000 Mark II 呢，居然跟莱卡的那个德国的莱卡呢是同一个 model， 那莱卡卖45000块，那我们卖20000块，是同一个东西，只是 logo 不一样呢，自然而然呢价格也不一样。后来演变至今，狂销300-400套，那现在面临晶片短缺，那我这边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应该这个礼拜这九台就完售了，整个柜子被清空的感觉是非常的好的、哦、再来特别强调一个东西 ，luck。这个 luck 呢不得了，当今最好的一颗无线麦克风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也是一样好到没有对手，没有朋友。Luck 这一支呢，出了一款超级白，超级白呢，这个颜色呢非常非常的漂亮高雅，白的纯洁，白的善良，白的让你觉得你的牙齿特别黄，你看白成这个样子，你的牙齿跟它比根本就是满口黄牙，就是这么白，所以呢，白到已经超级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品相呢原本就是稀有白，结果我发现稀有白对不起这个产品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公司呢，特别呢，把它取名为超级白，那超级白没想到超级好卖，那个全台湾只有20台超级白，有18台在我手上，啊，全台湾只有20台超级白，有18台在我手上，被我卖到只剩下5台，所以超级白呢，真的也是超级白的 LUCK 150呢，这不多见之外呢，性能一样卓越，所以为什么超级白？因为跟它比，你的牙齿就是黄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么厉害的麦克风呢？避险金买，相信我，可以用推荐两个字，世界上最好的无线麦克风，它直接就挂在上面，很方便。Luck， 它还可以这样用，你们不知道而已，它可以直接这样用。那么这样用的好处就是，你可以直接访问，当手雷用，你可以把 Luck 直接当手雷用，哦。然后另外一支接收器呢，你可以给来宾用，这个给来宾用，或者是给乐器用，等于说是一种一夫二妻的概念，严格讲起来是两个先生一个太太了，哦，因为他们是射的嘛，这两个是发射，那他是接收，所以是二夫一妻制。这样的概念您就是听懂了，就是我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哦，它是这么厉害。所以它出了 LUCK 150这个麦克风呢，总共出了2款，一个熊猫黑，
另外一个熊猫白。那熊猫白为了赞叹他的熊猫白的成就呢，今天我们把它改名为超级白。那么这个 Luck 150超级白呢，现在只剩下烤。那么你如果说能把握到的话是最好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超级白呢，如果你要买到它的话呢，它有一个问题。现在原厂跟我们讲说，这是限量生产的，要极量它才可以开生产线。啊，你给它量少少的，没几台，这超级白就不会出现。我们决定了，就让超级白在台湾限量吧，啊、哦，就不要再生产了。前面买到的人赚到了，啊，你回去呢，说不定呢，早晚三炷香拜着拜着呢，哇，这原本是八九千块的东西卖到7990，今天在618的这个档次呢卖699。那么你早晚三炷香摆着供着呢，说不定呢涨价涨十倍了，超级白厉害，限量发行哦。测了那么多，搞那么久，这一套的直播，我们再约，我们再约时间，把它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约时间，把这一套装备的大补贴给做了。现在在直播的这个装备叫做 OBS Tiny， 不得了，也是不得了。大家有看到它的效果吗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样省，就是这样的精准。这个比摄影师还要摄影师，根本就是一个摄影师假赛的概念。有了这个装备，摄影师出街的就假赛了，因为根本就不需要摄影师。他就是摄影师了，就是他 ，OBS Tiny， 他呢可以在论会议、Cisco 会议、Google Meet 会议，直接变成一个走动式的会议。那么他的背支曲线写得非常的好，他不会太过于卡顿，然后呢，随时你要定就定，要动他就跟着你动，精准快速的切换，透过你的手势完成一切。如果说你要写白板，如果说你要走伸展台，你要走伸展台，哦，全身的啊，它也 OK 的啊。如果你要做瑜伽老师的跳舞啊，或者叫运动体操啊，它也是可以跟得很好的啊。一直跟过来，我的妈呀！而且构图的比例还挺好的，这是 OBS Boot Tiny 这个产品呢，6000多块钱，真的摄影师就包鬼，就摄影师包鬼，哦，这是这个概念，所以买的基本上都是幼稚园律动老师在教律动的，瑜伽老师在教瑜伽的，都是这一台 OBS Tiny。估计也大概在这10天吧，也会完售 一大批。哦，这一次50批应该，上次20批只花一个礼拜不到，这一次50套呢，应该大概一个多礼拜也会结束，好不好 ？OBS Tiny 现在在帮大家服务。再来麦克风，声音 OK 吗？对啊，声音 OK 吗？拍一下好了，确认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声音呢会不会太大声了？跟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很承认哈，这点是我蛮承认的，他跟的声音是不错。声音 OK 吗？声音不 OK， 现在那个声音是 OBS Tiny 的声音。好，现在我要把声音改成蓝牙麦克风，在这边改成这一支麦克风，改成这支麦克风，这一支哈。刚刚的声音是 OBS Tiny 为大家做服务，声音是 OBS 为大家做服务 ，OBS Tiny，OBS Boot Tiny。那现在声音改到我这里来了哈。哦，满你白米红，哦，满你白米红。这个时候在距离上就会有差异，啊，距离上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就是
他们彼此的表现在于距离上的收音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变化。刚刚的收音呢，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。他居然限制我直播了，我个人的账户他已经不让我直播了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。真的是欲哭无泪。好的，全币支架在这边服务大家，那麦克风收音呢，在这边服务你们。首先，这支麦克风呢，来自于内地的一个品牌，叫 Smart Mic Plus。这个麦克风呢，已经教过很多次了哈。现在只要这三宝就解决了，哪三宝？ OBS Boot Timing 加上 Smart 麦克风，收音解决了，摄影师也聘请到了。有了摄影师之后呢，收音也好了之后，就是买个灯光，灯光强烈推荐这一支，我们会计师的圆灯，很有口碑，光线的质感超好，黄光白光自由选自由配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喜欢去背，再来个绿幕。如果喜欢去背，我们再来个绿幕。好，不要戴在头上。通常 OK 的，如果忌讳绿的人呢，没有关系，它后面是蓝色，它背面是蓝色，你一定不相信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弄给你看。讨厌绿的人呢，你不妨选择蓝。好，刚刚有一点失误哈，讨厌绿的人呢，你可以选择蓝。所以整个结构的组成呢，有国民蓝跟民党绿两个颜色，看你需要国民蓝还是民党绿，任君自由选择。好了，斯马特麦克普拉斯麦克风，是不是代表麦克风是这边对的哈？斯马特麦克普拉斯麦克风。这里是我们的直播区，里头大概千种商品，那一边是我们的相机区，那一边是我们的 GoPro 区，还有后面有五金区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变态产品区啊，没有 SM 区， SM 区没有开动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次的直播能够有所帮助，在直播的技术上呢能够有所精进。我不得不说啦，目前在 follow you 的这个领域世界当中呢， follow you 的领域当中呢， OBS Timing OBS Boot Timing Number one， 没有对手，没有敌人，没有朋友， OBS Boot Timing Number one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来个 VCR 结束今天的直播。这个滑鼠很重要，功能越来越猛，越来越齐。斯马特麦克 Plus 麦克风在这边服务大家。 OBS Timing 哦，我播 VCR 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啊，我还可以直接接到电视上做监看，只是我今天是要化繁为简，一切从简，所以那个太小了，长老花眼了，看不太清楚啊，还真没准啊，太小了，过去看一下了。
OBS boot， OK， OBS boot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世界最小的 PTC 自动跟拍直播摄影机 OBS BOT Tiny 酷炫登场， Full HD 1080p 高清动态影像， AI 人脸辨识人物自动追踪，双轴云台上下左右稳定拍摄，直播串流，远端教学，具备全向性收音，相容多种视讯会议软体，空中手势控制自动镜头缩放，轻松翻转镜头，轻巧不占空间，怪机司经销中。